因为之前上周末好像没有怎么播，对不对？上周末没有怎么播。很搞笑！哎呀，你们怎么不觉得那个第四章和第六章，我觉得很搞笑。PU，特地放了一张最顺眼的放在最中间。啊，那早知道把刘碧石取放在最中间了。P9 是那个嘴巴冒烟的那个。今天就随便化了一下妆，因为今天好像是27号，对吧？KPI 呀，怎么了？好无语呀。因为今天要发抖音和微博啦，不发就要扣钱了。明天就28号最后一天了，明天还要发小红书。最可爱的刘碧雪，就是这样的，你没发现吗？是丑的加一张能看的，再加一张丑的。最丑的加上最能看的加上最丑的，然后是能看的加上丑的加上能看的，是这样子排版的。哦，那张白色的是能看的，哎，那最后一排都是能看的，哎，反正就随便排了一下它。为什么要加丑？搞笑啊！我觉得很有意思啊，那个特效，谢谢谢谢。谢谢南瓜派对，那个特效把我变成利路修了。哎呦哎呦！白色的能看啊，很可爱呀、啊，它是天使。对啊，P4 不是跟利路修一模一样吗？对，今天戴的是灰色。下次面对面求我，在我才发。P5 有化妆，P5 没有任何特效妆。或者录个求我的视频，course，我打算 course，我要 course 那个。什么？骷髅头，我就穿那种全身紧身的黑衣服，然后上面是骨架的那种。我还没想好化什么妆，因为那个感觉我怕大家都很漂亮，就是随便弄一点血浆什么，然后我把自己画得很吓人，那我就是傻子了。
就大家就，啊，我万圣节妆容，这里有一点小红色的伤口，这里有一点红红的淤青，然后我，那我就是傻子。不能摘口罩，那也有露出来的部分吧。口罩上也可以。中式的就是穿那种红色的那种袍子，大红色的袍子，那种结婚的那种大袍子，然后换。闪灵是啥？不知道。有很多口罩，来不及了吧？哪个洗呀？放音乐，为什么我的帽子在地震？是有过几个不错对象，说起来玉并莲不来。寂寞孤单，可能没我用浪上，荡。人家他还我，不因为我安还没有同步东西，然后我就懒得弄，马上，明天弄。而且，哎呦，声音太响了。而且。我的手机壳和贴膜刚到，现在买12月才收到。我发那天就买了，我现在才收到。我等这么久，你们也得等这么久。手机壳还没拿呢，在快递室。它后面可以当天。就是可以线下拿，但是我选了邮寄，因为今天想听林宥嘉，这是林宥嘉歌，就是那个排行榜的第一名。谢谢，谢谢，
这个是一个小灰尘。哦，这是猫，这是猫，我以为是一坨灰尘。我就得好好休息。谢谢坏大儿，谢谢。好久没有收到这么大的礼物，大礼。谢谢，一浪更比一浪高，谢谢谢谢。肢体不协调和仰卧起坐是两回事，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哦，就是这是你的后援团，什么意思？看来是你的后援团。他们怎么会赶到现场呢？你送礼物之前还会预告吗？啊，我要去送礼物啦！他们立马赶到。哎，真的这样。小心点，不要摔倒了。我没直播，昨天为什么直播？我昨天没有化妆。我昨天化妆了吗？我今天没有化妆。蜡笔小新。昨天去和秦宇文聚一聚，真的好久没有跟他一起吃饭过。他错过飞机了，真的，真的。睡过头。他睡了，我以为他会不睡直接走呢，我以为他直接会直接不睡了，直接出发去机场呢。他居然还睡觉。对啊，因为他那个飞机很早很早，换我就不睡觉了，直接出发。睡什么？这个睡觉太冒险，肯定起不来。对啊，我们如此热情的招待他，他这个一睡着肯定起不来，得错过飞机。我很怕睡过头的，我今天做梦都梦到自己已经睡过头，都不敢睡得太死。再聊，怎么没人说话了？还是我这没有弹幕，我这没有加载到，就是颜色挺像的。看来尬住了。看来大家都后台。对，猫猫，我最喜欢的。
就是那个最喜是一，谢谢谢谢卡子，就那只猫咪。哎，好像板凳，这个眼神。就是那个，就是那天那个一号，打喷嚏跟猪叫一样，你这个傻猫咪。刚刚怎么打这么多喷嚏呀？毛毯，在学他 cos 穷女，那得给我来件貂啊！织一件，那他的得把它织秃。我真的很想把他的毛剃了，你们知道吗？就是抖音上有一只波斯叫做球球，我就很想把球球也弄成那个造型，然后给他穿件衣服，就不用担心他毛的问题了。放保险，真假？对，有腮红的那只，它是波斯猫，但是它就是把身上毛都剃了，然后脸剪成圆的，就很可爱。幽灵风，哎，那个我看抖音上他们都在剪，但我没看明白怎么剪出来的。他生气就生气呗，反正总归会有生气的时候，总不可能一直不生气。他再生气，我觉得他也爱我。谢谢西红。放在脸上比一比。嗯。要白色的。要不要过万圣节？他才不理我，他有他自己的世界。不喝咖啡。你是路过我的直播间吗？感觉你很不了解我。好，你好，给他们过完圣节拍成。好难，我不会做手工。你好，你好，很高兴认识你。原来我不喝咖啡，你居然能说出这话。装，好吧，你装的太像了。我今天的抖音就挺好的呀。
很灵活，很擅长技巧性，但我不是啊。我看起来还是那种精致利己主义的人呢。我看起来还是那种媚粉的人呢。没有粉的人，我发了。琼宇他们最近怎么一直在那儿看？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怎么办？左俊不怕吗？韩月看起来是怕的人，左俊真的不怕吗？他在外面。什么是外星球？什么是外星球？如果你想研究的话，我现在就带你研究。什么是外星球？有谁啊？有谁啊？还有谁？谁不怕？他在外面是吗？祖先在外面。我又看到他了，他在我的房间里喝辛巴的。板凳，快帮抓！养你这么久，鱼都会抓，快点抓！琼宇，琼宇会抓的，琼宇怎么今天不抓呀？琼宇抓！怎么会这样？我的房间为什么会有这些东西啊？身边那么多爱你的朋友，我哪会遗憾什么？只在乎你偶尔的沉默。对，秋雨，对对对，就在那儿，快去抓！秋雨加油，我知道你不怕的。对，就是那里。可以，秋雨出征了。秋雨，快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还是秋雨是我的英雄。快乐是你不用分心想起我。秋雨加油，秋雨加油！秋雨玩死他。琼宇真的会抓的。琼宇，他俩爬过来了，因为琼宇在这边看。来了，英雄。有没有什么信息要对我说？我已等候那么久，
行，他说杀虫剂，我不能用杀虫剂，房间有猫。我感觉张书宇会，张书宇看着是不怕的。没有，没给张书宇。我在直播，然后呢？你在外面。对啊，我在外面。你，我房间有蟑螂。什么？我房间有蟑螂。所以呢？你会抓吗？不会。好吧，那没事了。问我这个呀？对呀、啊，他们说你会抓，我想让你帮我抓蟑螂，我很可怕。你让那个板凳给你抓。琼宇在抓，但是他还没抓着。我马上回来了，我当面吃饭呢。你敢抓吗？我马上回来找你。你敢抓吗？我敢，敢给你打死。可以可以可以。啊，那不你先去我房间待着吧。不行，我得监控他，要不然我不知道他钻到我哪儿去了。嗯，那行吧，我回来找你。好，拜拜。拜拜。怎么这样？我的房间没有任何卫生问题，我每周都打扫它，每周都要吸毛吸地，然后扫一遍。吃的东西永远都是准时丢掉，不会放在这里超过一晚上。怎么还会这个样子啊？太伤我的心了。我没有下水道是通的呀。怎么办呀？他不知道跑哪，反正在这一块儿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现在先这样。我看到了，看到了，他在角落。琼宇，他在这儿呢，你抓呀！我给你吃这么多冻干了，你白吃了吗？琼宇，琼宇，他。跑过去了，琼宇，抓他，我跟你一起。我去战斗了，怎么办？这几双拖鞋我都很喜欢，我不想玷污了它，我去换一双我不喜欢的拖鞋。何必那么的慌张，有虚心。其实琼宇真的很认真的在帮我抓，给你们看，琼宇在很认真的帮我抓，板凳一点都不关心，琼宇在这抓，板凳就看着，他就在那儿，就在那儿。你看。反正一起抓好不好？我养两只猫，现在就是你们的用武之地。啊，来了！哇，板凳冲上！哇哇，他们两个英雄 ，my hero！ 天哪，他们两个能保护妈妈了，妈妈好欣慰啊！天哪，加油，加油！来，前后夹击，琼宇去，琼宇去，前后夹击，在这里面，琼宇在这里面，在这里面，来，前后夹击。在这儿，在这儿，琼宇在这儿，这边，这边，快，在那儿，在这儿，在这儿，琼宇在这儿，琼宇在这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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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这儿，来，回头，就在那儿，你看，哎，对对对，转，哎，真棒，抓住他。对，就在那儿，抓他，薅他，他们俩都不怕。该我出击了，哎呀，我好紧张啊！我感觉有人和我一起并肩作战，我就有点没有那么害怕。我们三个一起抓到的，洗了刚刚，没有用拖鞋，琼宇擦鞋脚。哎呦，我的两个儿子让妈妈很安心啊，没有他们我真的要吓死了。你看了吗？他们两个冲锋陷阵的样子。一窝也不在我的房间啊，那在别人房间。那我也没有办法，去搞个蟑螂屋。他们两个太帅了，看到没有？他们俩刚刚，哎呦。后面他刚开始就那一段，我给你们看那一段。不行，我有点紧张，我现在想上厕所，刚刚吓到。在下
他们俩现在开始疯狂的寻找，因为他们就觉得是玩具，很吓人啊。你看到的吧，南方的蟑螂就是这样，他们刚刚真太帅了。他们吃很多，他们每天都吃很多。好吧，也不是他们，是穷人。哎，没白养，没白养。想不到吧？没想到波斯猫这种宠物猫也能帮你抓蟑螂。上神秘代码。很好用，五星好评给这只猫。想养，还是别养波斯猫了。看到老鼠从面前跑过啊，如果是琼宇的话，就换作我现在对他了解，他绝对会冲的超快跟过去。他就特别对这种东西他特别感兴趣，就是那种会移动很快然后到处窜的这种东西。不是好奇，就是喜欢这种捕猎。他最喜欢那种小球，踢足球，抓来，那不会抓来给我，他就自己一直玩。什么叫转圈啊？啊，边牧为什么咬他？板凳会跟他玩吗？不太跟他玩，但是他会找板凳玩。幸福到了一个圈，贝拉，琼瑜还和小白一个颜色。小蓝小红，就是小红每天都那个样子，小蓝也每天就他那个样子，就两只挺有区别，但是不打架，好神奇哦，他们不打架呀。现在他们在卫生间，因为板凳在外面，板凳真的太盯着他了，我把他放到柜子上面，他都会这样站在那儿看，太吓人了，放哪儿他就在哪儿，所以我就把鱼放卫生间去了。你卡了吧？我这感觉没卡，因为板凳有前科呀。我们以前第一个中心是有喷泉的，里面还养了鱼，养着养着就没养了，因为板凳。
板凳以前的生活区域。不养鸟，我去了一趟花鸟市场，太可怕了，太可怕了！我在想，卖鸟的人他会不会听力受损？只鸟，为什么要养这么多鸟？我之前想养文鸟，但后面想想算了，我这种睡眠质量还是别养鸟了，就没有养鸟，绝不适合我。终于还在找那只蟑螂，你好棒啊，谢谢你哦，你保护了我。一个屋子养好几只，你妈妈不说他吗？他还喜欢跟人对话，他以为自己是人吧。我播到九点了。春说应该的。真的，我第一眼看到的时候很害怕，但是我看到就是他们两个帮我在那看着弄的时候，我就不怕了。就真的需要这种有人陪着你一起的这种感觉，就会好很多。我刚刚真的吓死了，刚开始，而且最后刚开始板凳不管，之后琼玉帮我抓，后面板凳也一起，那一刻我就觉得我不是一个人。虽然我现在还是有点敏感。养猫还是有用的，真开心。为何一面的风对我一句牵绊，我笨拙的飞去很怕孤单，只怕收起翅膀会更遗憾，但有没有传说的那样绚烂。对呀，我是忘了我是啥时候就突然间，哦，好像是昨天和他们去唱歌，就突然很想听你，感觉好久没有听你有假歌。晚上好。你的房间就没见着。谢谢，谢谢面包锤锤的圣诞节礼物送出的一只黑色板凳，谢谢。
对啊，很像板凳。想看练习室。今天不是看了吗？给你们看了一个半小时。因为我要整理衣服寄回去，但是又还没有整理，因为现在就这个换季的中间不三不四就很麻烦。啥也没，这还啥也没看到。主要是我不想录这个，因为就是大家都一起学一起跳的这种，我就不用戴口罩，以防万一，以防万一。而且有点，他们好像已经学了两节，就是今天是第二节课吧，后面的班呢，反正我就很不熟。但还是就是不少。就有点手忙脚乱的。就反正现在起码每周都能上到一次舞蹈课，无论在外面还是这边。不辛苦，不辛苦。人待提高。你那无论怎么样，你们眼睛肯定都离不开我呀。先离不开我，然后才发现我跳得很好。不是发现我跳得好好才离不开我。金色双马尾，那你可能觉得我是全场最牛的了，那都是老师。我不是老师，看桌子。
确实，我坐没坐下。谢谢 OVO， 你终于有头像了，嘿嘿，我还是很满意这个头像，我觉得太有创意了。就很 OVO 本人，就是还原度极高。我对你付出的青春这么多年，那一句谢谢你的成全，成全了你的潇洒与冒险，成全了我的碧海蓝天，他许你的海誓山盟，你与天言，哎呀，我手闲不下来。谢谢石叔。石叔，这个名字很像那哎，怎么不放歌？哦，是吧，就是有一个在超话里发反图挺好看的，但每次都发一张的人，是你吗？对吧？你发过来是吗？反正就发的不多，但是好看。因为不会修图，这是原图吗？这是原图吗？这是我的原图吗？我记好，因为我记得，因为好看。他有次发过一个拼起来的长图，就很好看，我就印象很深刻。我对你付出的青春这么多年，去谢谢你的成全，对吧？他居然还谦虚的说自己不会修图，谢谢你刚刚送的东西。哎呀，你们真的是。都太会夸了，不用谢。还是需要磨一下皮的。我在看窗户，刚刚看了一眼。夹
近有什么好听的？可能嘉兴那段时间有点凶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真的是因为那个枕头，就是我刚开始不知道我喜欢趴睡，当时就是这一片。然后我后面我刚开始不知道，因为我有时候是会冒痘痘，我后面发现都是就是这里这一片，我想好像不是那么一回事，然后我就给自己的枕头铺了一层垫子，然后就好了。我现在耳朵好像也好了，就是没有之前那种感觉了。刚开始他们说啊，我们居然住在这里吗？我就说还行啊，没事啊，我之前也这么住啊。没想到打理没有第二就好，应该好了吧？我自己就没有之前那种感觉了。不知道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曾经那个你，我曾远离。五号不上 BG 请假。嗯，应该是这样。低烧真的是那天真的是整首歌哦，我发现我每次一上 unit， 我的 unit 总会有点不顺，要不就是歌放到一半没了，要不就是灯炸掉了，什么事儿都能来。我真的因为一般都是先起个光音乐再起，那天光没起音乐就起，我就懂了，我当时就知道这我的脸能亮着吗，然后赶紧下台就去看回放，果然，然后我就感觉到他把爱家那个，你懂吗？控台很努力了，控台超努力，就是他发现了我这边没光之后，爱家那个唱着唱着，他赶紧把爱家灯一关，然后我唱着唱着又把那个灯移回爱家那儿，懂吗？就是反复横跳，要不然的话，因为现在只有一束追光了，就是有一个人有个人可能就没有，他就我就感觉到他因为本来是这样子，一束对着我，一束对着我，然后这个坏掉了，然后我就唱没有光，这个对着爱家，然后。这个灯不知道。那个 I know 确实好尴尬。就是剧场开始旧了，需要维护了。对，最近女孩那个水枪也是，我每次我在舞台上总得怎么样，之前那个水枪都滋滋滋的，但不知道为什么我那天我一直加压，它就是出来就是这水气。然后我还那天特别着急，双行道接粗心女孩，我在那累死了。我在后台说，扛不住啊，扛不住，扛不住啊，扛不住。主要是1:40进去，然后2:00就要开场，20分钟。然后我妆又化淡，但我要把妆加浓，然后又要做造型，然后还换衣服，然后就各种事情。我就是边穿衣服边带麦边穿鞋。一个人出去逛，有一个人躺在床。那我倒不知道，我在拆盘。没办法
够分另一半，爱已经用完，我不孤单，孤单只是不够果断。猫耳朵是晚上。总是一个人在练习，一个人，寂寞是脚跟，回忆是傲寒，也没有人见证。我总是一个人在练习，一个人，寂寞是脚跟，回忆是傲寒。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。对啊神奇吧，原来你们都不知道，主要是因为那天公演什么的太多了，一迷糊没戴耳朵，就只能这么弄。我总是一个人在练习，一个人。对啊，我就不能理解，他们放人了都不说一声，我们都不知道，尴尬。不是没戴耳朵。好啦好啦，9:05了，就播到现在吧。